W5 啊，机油有分啊？有啊，那你可以两个机油加在一起吗？最好不要。啊，不是都是润滑、冷却这样而已，清洁就这样、啊，功能都一样。里面的它掺的东西不同。啊，所以你如果想要各种功能都有的话，你就每一个都加一点，这样、就会综合啊。有时候什么东西多一点就会产生有副作用啊。副作用什么？太润滑、啊、是不是？是啊。太省油了，不小心哇，怎么车子开200公里都不会没油？机油都好便宜啊。890